你给我站住！！韩尚言，韩尚言，你要没什么事，请你离开，我要休息了。哎，如果我不告诉你鲨鱼在哪儿的话，你根本就找不到，好不好？更何况这个小海马这么小，是吧？我不关心。好啦，你抱着，你抱着可爱。韩尚言，韩尚言，坐下吧，和你商量点正事。就是有件事我拿不准主意，想和你商量商量。就是今天我和向总聊了两句，其实这事我也不是很确定，就是和米少飞有关。米少飞，我知道小米去了 SP 之后，你还是很关心他的状况，对吧？韩尚言，你能看见我吗？韩尚言，啊，韩尚言，哎，你不要推人家。米少飞他在挪威个人比赛成绩很难看 ，SP 高层对他很不满，打算让他降级去二队。我是说，他的排名，我可以靠媒体的渠道来想想办法。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？你在跟 KK 中国区的负责人说话。你提高了米少飞的成绩，就有很大一部分职业选手的成绩要被黑掉。你觉得我会同意你这样做吗？况且 CTF 是神圣的职业，它是公平公开的，你不觉得自己这样很可耻吗？我曾经也是一个职业的 CTF 选手，啊，我最讨厌的就是听到黑幕两个字。但是米少飞他的年龄已经不小了，他很可能明年就会退役，这事你有想过吗？要是他真的被降级去了二队，哎呦，那他很可能再也没有机会打总决赛了。